小时候，梁生为了让江生吃到枣子，就在一夜之间就把全身的酸枣树都刻满了江生的名字。我当时就被这个情节所打动了，所以我就决定揭开这个心。其实在拍的时候，我也曾经考虑过，就要用什么样的形式来呈现它，要怎么样来做这个故事，给观众一个不一样的视野。我刚才放慢太慢了，这样就好了，所以这样就跟不要管人家，这样不去管人就都不用。这一次的拍摄用的四度机器，而且是一气呵成的，记录了演员们当下最真实的情感。因为我去很多镜头把它拍得支离破碎，我想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尝试。我觉得是几乎大部分的我想呈现的都在画面里的。去年上半年几乎都在看景看演员，到了下半年还留到下半年，因为我想要冬天凉的感觉，在一个下着雪的冬天当中，有一份非常温暖的情感。他就说有很巧的是，这个也是机缘巧合，正好是从小时候从未来没开始拍，然后拍最小时候跟